哇，这边都是 Friends 的经典场景啊，好，好多东西哦，好酷哦！是他们结婚那个 chapel， 哇 ，Rachel 跟 Monica 的 apartment， 干，好赞啊 ！Joey 跟 Chandler 的 apartment， 他们还真的有在卖咖啡耶。每一个点，每一个点都原汁原味的还原出了他们当时在 Friends 里面的所有场景。Hello， 那今天呢，我要来开箱，就是看到我后面这个吗 ？Friends， 就是我们的 Friends 啊。Friends 的背景设定是在纽约，所以呢，他们就有特别在纽约搭建出来的，这叫 Friends 的 Experience。那我就想说，因为我自己非常非常爱这部秀，那我们就来看看这里面的 Experience 到底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出发吧。哇，这边都是 Friends 的经典场景啊，好，好多东西哦，啊，全部都是，好酷哦！哇 ，Ross 卡在他的那个 Letter Pen 的那一集。哇，然后 BB 看到 Monica 跟 Chandler 的时候，哇，这不会是这 BB 的吉他吗？啊 ，Smelly Cat， 酷哦！还有 Monica 那时候跟 Chandler 他们在生气的时候，然后 Monica 戴上那个火鸡头，哇！再来，继续往前走，啊，到我们的 Pivot。那个卡在那边的沙发 Pivot 哦，还有 Joey 那个超大的企鹅啊 Pivot就是 Hello Mrs. Ross and Hello Mr. Rachel Episode 1 Season 6哦、oh, 对他们结婚的时候喝醉的时候这边也是一样都是他们那时候传讯哦、oh, 是他们结婚那个 chapel 哇哈这是 Rachel 去参加她逃婚的那个老公的婚礼穿的第二次再婚的那件衣服然后她内裤还卡在裙子里面、嗯Okay, I'll see you after the thing. Okay, good luck. Thank you. Okay. Okay. Ah.然后 Ross 穿的那个 Armadillo， 他跟 Ben 的时候，因为是 Christmas 的衣服都没了，所以他只能穿成 Armadillo。I'm the holiday Armadillo. 然后再来是 Joey 穿 Superman， Phoebe 穿 Superwoman， 哇，真的做得很细节，我觉得，哇，啊，还有他们那时候以前 Ross 跟 Chandler 在大学穿的那个衣服，哇，真的好 detail。然后当然不能错过最经典的 ，Oh my God，Oh my God，Janice。Janice? Oh my God! 哦，还有里面所有客串过的明星哎，有 George Clooney， 然后哦，还有 Brooklyn Nine-Nine 哦，对，还有 Phoebe 的老公，永远不会老的保罗·路德 ，Ben Stiller。好，再来呢，要来到就是 Rachel 跟 Monica 的 apartment， 哇，干，好赞啊！好赞哦！大家都会在这边很好，所有回忆都涌现了。哇哇，哎、欸，做得好好哦 ！The ugly naked guy。哇，他们做一堆筷子，然后要去戳那个。你、欸、看，好酷哦 ！We're approaching the window. Thread the needle. Thread the needle.他们真的做得很棒哎，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 Monica 的那个一堆杂物，把它打开来。Oh my God！
You're messy. No, you weren't supposed to see this. Wow. Hey, 还有那个坏掉的 heater. 哎，真的好酷哦。 来坐一下沙发好。现在坐在他们 Monica 跟 Rachel 的沙发上面。哇！真的有种在他们自己场景里面的感觉，好酷哦，真的好好玩哦。都是在播放 Friends 的所有的那种小片段。哇，真的好赞哦，超赞的。还有最经典的他们那个门，哇，好像打开来哦。对面就住 Chandler 跟 Joey 的家，应该下一个就是了。 好，再来就是 hallway 啦。他们这边是 Monica 跟 Rachel 的家，然后这一侧是 Chandler 跟 Joey 的家。然后他们每次都会从这边走上来，哇，真的很经典。好，再来下一区是什么呢？哦，Monica 带那个火鸡跟 Chandler 道歉的时候，the turkey head， 还有那个 Joey 穿所有 Chandler 的衣服。 You hide my clothes, I'm wearing everything you own. Oh my God! That is so not the opposite of taking somebody's underwear. 欢迎收看 VS Media， 我是戴瑟苏，我是风狗编。周一至周五，每天中午12点，小编造口业陪你聊聊最热门新闻，每天直播在线等你哦，拜拜。 Look at me, I'm Chandler. Could I be wearing any more clothes? The one where Joey couldn't be wearing any more clothes. 哇，这个真的好经典哦！来看 Friends Trivia. 哇，What's Phoebe's grandmother's name? Wait, Jenna? Frances? Oh yeah, yeah, yeah. How many seasons of Friends were there? Pretty sure it's 10 seasons. 而且我觉得里面做的很好的是，它没有分流，所以人不会感觉很多挤在一起，然后要拍照什么的都很麻烦。所以我觉得他们这做的真的蛮精细的，然后也让人有种可以好好的 enjoy， 然后想拍照也可以一直去拍，然后工作人员都很 nice， 然后感觉出来工作人员也自己都很喜欢 Friends 这个影集。然后再来到另外一个经典，也就是 Joey 跟 Chandler 的 apartment。哇！哇！ 怎么可以做那么厉害啊？这真的是会感动哎，精细到真的会感动哎。他们那个 foosball table， 哇，哎，好棒哦！他那个冰箱有一次坏掉，然后 Joey 就一直要别人去换那个冰箱。Or you could just you know.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You just broke my fridge! Wow,真的好漂亮哦！然后我要去坐到他们的沙发上面。哎，好舒服哦！哦，真的可以坐在这沙发上，只可惜他脚不能拉起来。Do we dare? We dare. Oh! 真的好厉害哦！真的做得太漂亮了。 每一个点都原汁原味的还原出了他们当时在 Friends 里面的所有场景，连那个食品上面的柜子都是，你看那柜子那都是做超精细的，真的超厉害的。然后还有门啊，然后你看他那时候 Chandler 写在上面，然后要提起 Joey 的事情，超可爱的。他们换公寓的时候 ，Joey 跟 Chandler 坐那个狗狗，然后滑进来。 这边是跟你分享 Friends 它到底有多厉害，艾美奖、金球奖，然后56 billion times has been watched over， 然后236 episode，52.9 million US viewers，88 hours of Friends， 这真的是经典影集，全世界各地，然后各种不同的语言都有。好，再来是 Phoebe 的公车。 哎，是公司 Phoebe 的公车，应该是对 NYC Taxi， 哇，还有 Phoebe 的那两个 Gladius， 还有 Venus， 对，然后他们都在争执谁要那个东西 ，Rachel 跟 Monica 在争执，选呢。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就是我们的 Central Perk 啦。Hey, by the way, great service. Oh, oh yeah, yeah. yeah. Oh. Oh. 哇，这场景永远都会在这边 hang out， 这应该是最后一站了。哇，哎、欸，他们还真的有在卖咖啡耶，好酷哦。Order here， 一定要点上。Hello。Can I just get an iced latte? Yeah, do you want any flavor, ma? Oh, can I get hazelnut? Of course, anything else? That's it. 拿 French 的饮料。Thank you. 五块钱一杯，还好啦，就跟一般咖啡厅差不多啊，没有 overpriced。好，那我现在就是整个展览已经差不多结束了。那我觉得真的整场下来，里面真的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精致。然后如果你真的是像我一样是那种 Friends 的大粉丝的话，我非常推荐各位来。那票价部分大概是一个人是54块含税，那这54块是离峰时段，所以就是下午5点以前进场。那我觉得里面就是好的点是它是都分批进去，所以不会有种里面人很多，然后你想拍什么都拍不到。然后里面也会给你有一张小卡，就是这种小卡，里面会有一个 QR code 让你扫，那里面会有6个拍照景点，然后他会帮你们用专业的拍照去拍。那如果像我自己一个来的话，里面工作人员也都很愿意去帮你做拍照的服务，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值得。然后里面的人也都很亲切，我觉得整趟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体验，那我完全不会后悔。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然后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